首先打开行李箱，取出电源线，接通电源，接入压缩空气，打开钥匙开关，取出操作屏和激光防护眼镜，佩戴好激光防护眼镜，打开操作屏开关，等待系统启动，等待 WiFi 连接。设置参数后，点击使能按钮。对准工件开始清洗。